Chick-fil-A 早饭是自助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多人都站在这儿，服务生。Can you say I love Sibia? I love Sibia. You don't know. I love the country. I love here. I love here. So okay. Thank you. 今天是我们 tour 的第三天早晨，我们将要去波黑共和国的萨拉热窝，估计今天又是一个 long driving。这个吃完早饭了，现在呢，我从旅馆出来，旅馆街外的景色。这是我们旅馆的牌子，是叫 Palace， 是住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那你看它街上呢，已经都一直有桌子，欧洲人，对，女的就喜欢抽烟。这个是早晨大街的景色，哇，这还有一个公园，很不错嘛。早上起来特别的舒服，非常喜欢欧洲这种阳台，阳台上的百叶花，然后在这个古老的建筑增添了不少的颜色。骑这个车，现在开始人多了。女的呢会搭配稍微穿一紫的，底下呢穿了一个配的紫色的鞋。从这个口进来，这里有一个小公园，公园中间有一个雕像。这个欧洲的这个花草很难在我们美东那边见到。今天是第三天，是星期一，但是已经快八点了，还没有看到好像有很多人上班的样子。从我们这个旅馆过马路对面往右转，这不就是那个贝尔格莱德的教堂？住的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位置很好。这是早晨欧洲开车上班的人。古人骑上这个马，一把小手巾拴在这个胸口部，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小手巾。穿个西服，穿一个裙装。Here we are crossing Sava. Sava 要大一些。奥林匹克比赛的一个场所。Right in front of us is the Western Tower of Belgrade. This brutalistic building I told you, which is one of the symbols, not so much the Eastern that we saw yesterday, but this the Western Gate, is one of the symbols of Belgrade for many years. You can see the tower of the airport of Belgrade. A little bit further, you see there is one very interesting building, like a bowl, like a...现在有一个航空的免税，另外呢还有一个机场以尼古拉斯·特斯拉命名，这是最著名的塞尔维亚电气科学家。欧洲大陆不管穷还是富，那个地看起来都还是非常的绿。那地理的话，估计是不参观的。今天我们八点出发，将去参观，也不是去参观，去波西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简称波黑共和国。这里有几个关于波黑共和国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它的人口的话大概是350万。令我吃惊的话呢是它的宗教信仰，那么有一半以上的伊斯兰人信伊斯兰教，那么31%的人是信东正教，还有6%呢是天主教。它的人口组成的话，50%是波西尼亚人，31%呢是塞尔维亚人，还有15%呢是克罗地亚人。它的首都很著名，就是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那个萨拉热窝。它虽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它保有欧洲最后一片热带雨林，但是它的海岸线却只有9公里。我们的导游说呢，波黑共和国呢会比保加利亚还有塞尔维亚的地貌呢显得更绿更漂亮，所以呢我们看一看。今天是呢8:30出发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开了1小时，9:30。我们还没有进波黑共和国，感觉这一段的阳光明媚。另外呢得到 update， 就是我的行李呢也很抓马，他们将从索菲亚今天早晨6点飞1.5小时，我的行李将前往维也纳。下午呢12:55，我的行李呢再继续上路，从维也纳飞到萨拉热窝。估计如果是补路点的话，应该是2点到萨拉热窝。我在想是不是要让行李那个直接到 hotel， 那个有点很 tricky， 所以我目前的打算是坐个出租车，然后呢去机场去 pick up。绿地种的也不知道什么，又像麦子又不像，好像比麦子又很小，但是非常绿。那么现在又到了 border， 到了过境线，准备进入波黑。基本上都是这样，就跟一个高速公路，弄个小房子，办一下手续。戴好章，向我们的 bus 走去。这边还有一
river. 它没有海岸线，所以这个 river 也是很 precious。So the public structure is in the goodbye yet. 塞尔维亚。过境的话都是过两道门，刚才一想的话他说的对，那个印度女的他说是一个是出上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进下一个国家，是出塞尔维亚进波黑共和国，波黑还要一下那个 vaccine card。 刚才又查了一下的话，这个波黑共和国这个小国才有51,000平方公里，很小。刚在车上我后边这个印度人讲的故事可好玩，他是做那个生物，他应该是算生物医学吧，做那仪器，他们那个 test COVID 啊，血清啊，他说他们 test COVID 的话，跟中国那方式有点类似。中国人呢，就是10个人吐一个吐，每人吐口吐沫在一个盒里，如果呢都 pass 了，都是 negative 呢，就没事儿啊。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10个人都回来。所以呢，他们这种呢，在那个制作这种 test 人体液体的这种仪器呢，他们 test 的方式的话，也是都是把这些那个纸盒全都搁在一个扣里面。如果就说是 test 都 OK 就都 OK， 要 test 不 OK 的话，那他们就要重新检测。这个关口应该是进入波黑的关口。我们这后边的话就是进入波西尼亚的关口，反正他们这儿说谢谢再见都是用一个词儿，就是整个欧洲都是 ciao， 然后拜拜的话也是 ciao。 小伙子还挺可爱的。刚才算了一下时间，我们出塞尔维亚进波黑总共花了40分钟，进那个波黑的话因为他没有人服务，然后就等啊等，结果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应该是5分钟10分钟的事儿，结果花了20分钟。拜拜了塞尔维亚。Welcome to波西尼亚。现在是早晨10:48，因为我们都快11点了，因为这一上午从8:30出来，9:30、10:30、11点，3个小时都在路上。我们不懂那黑山克罗地亚语，刚才上了一个男厕所，但都是一个门一个门，还好。这个就是我们大巴候着20人，在这儿上了一下洗手间，买点水。刚才问了一下，他这儿呢叫 convertible mark， convertible mark， 可以终于又上路了。这个风吹的形状像一颗心。刚才我们那导游告诉我错了，正好反过来，应该是，当地钱等于0.51欧，跟那个保加利亚的那个货币的那个汇率是一样的，对吧？哈，当地钱就 KM convertible mark。本来这8个国家的话，8个国家都不需要检查了。那么刚听他们说，塞尔维亚的话，他5月3号也取消了入境PCR COVID 检查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波黑境内了。波黑这个国家的话呢，它有主要3个民族组成，一个就是说是波西尼亚就是它本族，那么还有那个塞尔维亚它的邻国，还有另外一个邻国就是克罗地亚人。所以它政府哈没有总统，然后呢就是3个族裔的人组成一个联邦，2个实体，主要是塞尔维亚和那个这个当地的那个波西尼亚来管哈。所以他们对那个科索沃的问题的话呢，因为有那个塞尔维亚人的参与的话，是肯定不同意那个科索沃独立的。因为那样的话呢，如果科索沃独立的话，那塞尔维亚的国家的版图肯定会小。然后他这一半人的话呢，其中呢有一些阿族，我想他可能主要是阿拉伯族，他们是信仰那个伊斯兰教的，所以还存在着一个关系，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国家跟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关系怎么处？反正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是呢，他也是挺不容易的。波黑境内了，这是它那个郊区的一些房子，还有马车什么的，小房子挺好看的。他说可能这里会看到更多的那个什么橄榄树吧。那个导游说，那个索菲亚，保加利亚的话，绝对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所以它那里应该有很少的那个 Catholic 天主教。那么这个国家的话，就应该有一部分天主教。季节非常好，看哪儿都是绿的，尤其波黑里面特别绿，感觉特别好，而且是红房顶，有点像那个意大利那个托斯卡纳那种感觉。这就是它的郊区，好多农田，田里有玉米，感觉它是有一点点山区的感觉，沿途无限的欧洲田园风光。那有好多小房子，那个家门口都是开的月季或者是玫瑰花，但是它的人均 GDP 才7000美金，很低，所以。那树和灌木特别多，那边是不是那个橄榄树？这都是农家小院，然后远处就是山坡，山坡上也有一些房子，有点像瑞士那边的风光。好多小孩，我刚才看见他们放学，这一条村边小河，这是农家，都很漂亮的小房子，种棵树，摆点花，种点花。这有一个是什么塔？不知道是做什么。看到
好多小学生。哇，这么多学生！放学了，这块附近应该是个学校。你什么为生？哦，这边墓地，这是他们一个是一个东正教的教堂，是不是很像南方水乡的一些景色 ？River on the left side is Drina, one of the biggest rivers on the Balkans, and her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this is这是他们最大的河。这是他们那个街区里边了，真的是一个山城，很像四川，有点九寨沟的那种感觉。我们在这儿吃一个午饭，那是我们的车停在了那儿，你看这个view有多美。赶紧借着机会，没有人把这拍一下，非常漂亮。那我们这块呢，他们就是从这儿进去，在这个地儿吃个饭。中午在这儿呢吃一个饭，像一个 cafeteria 这样的，可以在外边找个座位吃一下，看这个大瀑布。他之所以在这儿，就因为这儿风景好，坐在这个位置跟导游坐在一起。这是它小的 bathroom， 你看装点的玫瑰花还蛮好看的。这是它那个菜单，看一下，但是它不是 local food， 点了一个 fresh Greek food， 女友的话点了一个新鲜橙汁，终于。你看这五月的波黑共和国，Bosnia and Herzegovina， 这个老发音老不对。哎呦，真漂亮！后面的小房子，呀，就是那小房子最美了。哇，又舒服又好，这个真是不冷不热呀，真绝了。这我女友点的沙拉，很新鲜，她说。叶沫儿，我觉得他们这儿海岸线很短，我这点了个听呢，没准是进口的吧？不知道，这烤的瓜，尝一尝，不知道好吃不好吃。有点老，有点老，好像是。你刚才点了一个 egg 的 tuna 鱼 steak， 然后点了一个 grapefruit， 总共才合13欧元，挺便宜的。这儿吃饭还是便宜。哎，这还过了好几个隧道，很有意思。拿不出来，有水就好看了。还有那种 fence， 哦，这块是大棚。哦、真好看哇！对，这终于转过来了，看多好看呀！这风景好看呀！满眼绿色，哇、好看呀！有一点逆光，但是你看，啊，那边远处还有一群羊，很肥那个羊。一路的绿色，一路的森林风光。现在是下午3:09，我们的车还要开一个半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萨拉热窝的旅馆。那里山坡都有那个小白花，现在这边天有点阴了。萨拉热窝是有穆斯林啊，我们是应该在皇城后，他要再上去。